空间。自己说。还要转移到。啊，转右边，转右边一点去。OK， 好。先从最右边开始，对，可以吗？吴大真的可以吗？不要站的太巨大哦。还要转过来一点哦。转过来一点。真的听到哦，真的听到。右边吗？左边。右边再一次，对不对？右边来。好，谢谢。来。很焦虑，就是当然是很开心了、啊。那因为很焦虑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就是喜欢很多事情都独立自己完成嘛。所以你现场现在看到的那个树啊，然后那个 candy bar、啊、也是我们自己画图请木工做的。然后这个树也是昨天自己在那边插那个树在装。然后你现场看到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手动完成，所以我们没有请那个婚顾来帮我们安排这些事情。那刚刚4:30交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一阵混乱，赶快发配我们的好朋友下去串联这些工作，然后我再出来盯场这样。啊，对，所以你有失眠吗？有失眠，我吃了那个是什么褪黑激素，又帮助助眠，不然我怕我睡不着。那老婆给你呼呼一下吗？有啊，有啊。那今天就可以正式开机了吗？开机哦，对，应该就是从此之后会开始努力想要生小孩的事情。那打算生几个？打算生几个、啊？我觉得没有，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都好。他是说看能不能一次生两个，就省得麻烦。对对对，省得，对对对。不过我上次好像听某一个就是双胞胎的朋友说。生双胞胎，我如果出去工作回家会看到他们三个都在哭，所以为了他好顾，我们先生一个，然后再来慢慢规划。我会唱一首专辑里面的一首快歌，可以跳舞的歌。要不要顺便打歌一下？好啊，歌名叫我爱你。哦，就叫我爱你。先唱一下，可以唱几句吗？好、啊，哎。对着我上快乐的心情，哦哟啰嘞起，哦哟啰嘞起，免怀疑。对着这上流行的节奏，哦哟啰嘞起，哦哟啰嘞起，我爱你。哇，谢谢。